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。现在旅游行业是一个发展最快的行业，而且人们随着自己的生活水平提高，也逐步的喜欢到各国去参观风景以及奇迹的建筑等。前段时间小编在网上看到了一个视频，这个视频描述的是印度的一根铁柱。一根铁柱有什么好稀奇的呢？下面咱们来看一下吧。很多人都非常疑惑地问，一根铁柱有什么说的？时间久了就会被铁锈坏掉了。但是小编在这里要告诉您的是，印度的这根铁柱在这屹立了1500年，从来都没有生锈过。大家是不是觉得非常的好奇？没错，小编也十分的好奇。这根铁柱就是德里铁柱，位于印度首都新德里南郊的库都布高塔墙内。这根铁柱身上有一些很久的文字，它的身高为7.25米，直径约半米，重6.5吨，但是在地下埋起来的部分仅仅0.5米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想法，小编在想，这会不会是孙悟空的如意金箍棒呢？嘿嘿，设想一下是不是很像呢？电视剧中孙悟空去北海借神器的时候，曾经龙王说了有这么一根铁柱。德里铁柱被堪称为世界奇迹，这根铁柱经过了上千年的风吹雨打，却看不到一点锈斑。这说明当时古代的印度人对铁生锈就已经想到了很好的办法，可想而知当时人的聪明与智慧真的是让人惊叹。这么出名的一根铁柱真的让人匪夷所思。不过之后一位大学教授解开了这个迷惑，由于铁柱表面含磷很高，在与铁和空气接触发生化学反应，所以保护了铁柱。好了，今天就介绍到这里吧。如果是您，您会不会也会去印度对这根铁柱观赏一番呢？好了，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，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，欢迎大家点赞评论，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。